我和爸爸比赛画派大星，爸爸说他不知道派大星是哪个动画里的，真是头大了。爸爸此刻的心情就像你手机列表里的第五个表情，你猜到爸爸的表情了吗？到我了，爸爸这次画得太意外了，我这次要好好画，大家当评委看看谁画的最好看，支持爸爸画的写666，觉得我画的好的写888，如果满分100分。